我在上面看到好几条箭嘴鱼在游啊，哦，不知道拍的能清不清楚？这里有一条，那边还有，我看到有五六条吧，一会儿还有哦。那朋友们，刚刚路过这里哦，看到下面很多箭嘴鱼在游啊，忍不住钓几个啊，这鱼很凶猛，非常美味啊。钓这种鱼呢，鱼钩越小越好。追，哇，非常凶猛！追着游。啊，来了！朋友们，这鱼好钓哦。这条还是不大的。所以我用小钩，很凶猛哦。诱过来，诱过来，先把它诱过来，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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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，让它来了。哎，又一条，这牙齿很锋利的哦，会咬人的。箭嘴鱼没找到，都下沉了。咱们临时绑个踹钩来玩一玩，摇，扔下就摇，就跑了。这样玩玩也挺过瘾的哦。哦吼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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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以前大一点点哦，咱们一边钓一边等箭嘴鱼哦，它随时会游过来。哦，有，重。这叫什么种？行，行，好，嘿，中，好好，好玩啦，朋友们。有，中，这壳一上一下的很轻啊，哎，是中了呢，又一条小小的呢。哎，摇了，这条中了，这条中了，来了，肯定中了，两条要，没中，啊，来，心里没有准备好啊，中了，中，哎，我也要，这样可以了，啊，哎，你鱼挺多的了，那边水泥厂过去得了。那边钓鲤鱼挺多的了，这条中了，啊，一条，有，中，再要中，再中，哦，最上面这个桶嘛，又一条，再有，中啊！中了，这有就可以了。刚才我就让他做，那刚才没口哎，是没口吗？是啊。啊，没说谎啊，是吧？哦，这条可以啊。哎呦，
双飞哟，那种拿走。这叫什么？双飞哟。这叫鲫鱼啊。不算大。啊。有。刚才打电话就是他吗？那。喏，扔下就有呢。你看，全是鱼，老师傅就不一样。鲫鱼来了，鲫鱼这么大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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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也上鲫鱼了。这乌头啊，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上乌头了，这条可以。哦，别跑别跑。这乌头可以，哎，上了一条蟹湖呢，可以，差点跳下去了，先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潮水退到底了，没口了，回去回去了，咱们看一下鱼货够不够吃哦，那乌头干了，哎，那有两条了，我记得好像，嗯，都忘一条了。蟹湖一条了，这地方有，刚好够一盘红烧啊，刚好够一盘红烧。接嘴鱼呢？刚才一来钓接嘴鱼的呢，今天接嘴鱼只有两条呢。一开始看哦，接嘴鱼有五六条在游，但人过去下沉了，没了。今天黑鲷钓了20多条，都小的放掉了，只捡了这些小杂鱼哦，够吃了。朋友们，谢谢观看哦，拜拜。